二斤的就剩这么多了，现在这牛皮脆度都嘎嘎高，吃不了辣的就拍点点辣。 五百克，剩100克，1000克，送200克。沙沙的，脆脆的，越嚼越想嚼，越吃越想吃。就吃不了木姜的姐妹放心，这一款没有木姜味儿。嗯，太脆了。